慘啦，大家都好努力讀書啦，為咗落地球，所以大家都好慘。我覺得 space 可以同大學一起相比啦，同佢個教育質素同大學差唔多。有好多 lesson 嘅 practicum 要做啦，咁同佢哋一起出實習咧，都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嘅。好多嗰啲師姐都好好人啦，我覺得喺 space 最大得著係識住一班可以一起分擔困難啦嘅一班朋友啦，即係大家除咗喺學業上面互相扶持之外，仲可以喺得閒嘅時間一起出嚟玩啦，所以係好開心嘅事咯。入到嚟 space 嘅時候，我已經覺得哇，係我想要嘅學習環境。